9月17号，凭借满分才气，在某颁奖典礼上成功斩获多个奖项的花花华晨宇，为自己出道三周年纪念日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而回顾花骨朵这三年的发展历程，真是验证了一直谦虚努力求上进才是贵圈的生存之道啊。从2013年参加湖南卫视快乐男声获得年度总冠军出道开始，小露锋芒的花花带着对音乐的一腔热忱，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歌坛之路。2014年1月30号，作为鲜肉歌手代表，花花首登央视春晚，并演唱了在那遥远的地方。而可爱的小迷糊在2014年4月还跟随着哥哥姐姐们参加户外真人秀《花儿与少年》，激萌的表现更是囊括了一票女友心热。你不觉得很舒服吗？你就晚上就睡这里好不好？靠着。Lady, go!在节目玩嗨的花骨朵，同年9月6号和7号还在帝都开了首场个人火星演唱会，场面火爆程度也见证了花花的超高人气呢。随后在2014年9月19号，华晨宇个人首张专辑《卡西莫多的礼物》内地及海外版同步发行，专辑曲风多样，以第一人称我来叙述，讲述我对自己对于世界的感受。是谁的错，而在之后的2015年5月11号，华晨宇首次上榜福布斯中国名人榜，综合排名91，让本老想为他疯狂鼓掌热。同年12月15号，花骨朵带着自己的第二张专辑《异类》正式回归乐坛，而他也表示同名主打歌最能代表自己，专辑和他的名字一样，主要凸显霸气一面。相较于第一张专辑注重于个人渺小一面，这张专辑就是放大的华晨宇，不仅是音乐上的自我剖析和聚焦，倔强的小孩还扔掉了乖乖仔的设定，来了场造型上的新鲜冒险呢。而在参加完各种音乐节目，外加演唱了风格不一的影视综艺主题曲后，出道三年收获奖项无数的花花表示自己想要重新回归到音乐课堂，去为自己的梦想继续充电做准备。芒果捞新闻，初心依旧，音乐不死。亲爱的花崽子，愿这世界永远温柔待你，四周年我们等你，宝宝。